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草莓姐姐。今天呀，我们小猪佩奇和我们的乔治呢，要带大家去海上游玩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他们怎么样啊？乘坐这个快铁一起去的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把这个打开，看看我们小猪佩奇和乔治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快艇呢？哇，好漂亮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现在呀，需要我们把这些安装到上面。啊，还有贴的。哦，还有我们的小人物们。哇！啊，小猪佩奇和乔治，还有他的好朋友。好，我们把它打开。我们的妈妈猪。乔治和我们的佩奇，好，我们的佩奇，哇，好漂亮啊！啊，还有就是我们的小桌子和我们的小椅子。我们的浴室用具，还有一个澡盆，一个洗脸池和一个小马桶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现在呀，我们看这个图片上啊，我们的游艇上面啊，首先呢有一个这是黄色的这个。好，我们这个游艇啊，它是两层的啊，这上面呢可以怎么样啊，观看海景，可以兜风。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打开，好，可以看一下啊，我们的支架支起来啊，又是一个啊，非常大。那现在呢，我们需要把它布置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床就安装一下。另一边用力的按压，好，这是我们的床啊，把它摆在这里。然后我们的什么呀，镜子，我们的梳妆台放在这里。然后我们的浴室，这是我们的马桶在这里。然后我们的洗脸池，还有我们的浴池。好，下面呢是我们的什么呀，餐桌，我们的小桌子，还有我们的小凳子摆在上面。
这里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粘贴啊贴在上面，我们的电视机。洗脸池上面啊，我们给它放上小佩奇的照片，贴在上面。好，看一下我们的小佩奇照镜子了啊。好，还有一面圆圆的镜子，这个呢也是我们的小佩奇。那我们的这个是不是非常好看呢？看看我们的小佩奇能不能坐在小凳子上面，还有我们的乔治。好，那我们让爸爸猪去开船，让我们的妈妈猪在睡觉。啊，好，那看一下啊，这就是我们小猪佩奇和我们乔治的。怎么样啊，内饰非常的漂亮啊。那这个呢是我们的小滑梯，那我们的滑梯呢按在这里。好，那让我们的小乔治去玩一圈吧。嗯，看看能不能滑下来。哇，小猪佩奇去玩一下。哇，非常的好啊。好，那现在还有这个蓝色的是我们的游艇的前面的地方啊，我把它安在上面。好，那小乔治再去玩一下，我的佩奇再玩一下啊，非常的开心。好，我们运动完了以后，我们要回家吃饭喽。爸爸在开船，我们的乔治，我们的妈妈猪啊，就在这里啊，看怎么样啊，非常开心的一家四口。那小猪佩奇今天带来的游艇怎么样，非常的漂亮，对不对？相信小朋友也非常的喜欢。那小猪佩奇和乔治呢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，让我们下次再一起玩耍吧，拜拜。